地有呀，我就是自己的错吧。时间，他爸给我麻烦吗？这边太麻烦了吧！我靠，直接灭就好了吧。就是直接灭了，我觉得不会有好的结果的。对对对，因为你就是那种，你做的话，我就是与其自己去打扫自己，就是这样，对对对对。不是啊，你看，我觉得。用外招去搭讪最后成功，那那也可以成功，就是一开始就讲的对。嗯，那是女生比较重视感觉缘分诶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男生。